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你牵的这是什么狗呀？来，咱们把它抱到这个三轮车上看一看，好不好？把它抱三轮车上，好不好？这是你家的小狗吗？是你家的吗？哦，这叫什么狗？你认识它吗？不认识啊？不认识那只小狗，你带来干啥啊？啊，去，给我喊个管事的来，去，小哥哥。谁带你来的？你爷爷，那我大哥，快去，把我大哥给我喊来，去，我来看看你家这个小狗，快去喊，去啊！这只小狗怎么样？黑脸黑胸，小红马，挺粗犷的啊，耳朵也是黑的，非常的活泼，你看，漂不漂亮？精神度好不好？肥不肥啊？我的天啊，体型好不好？这小狗干啥？你是带出来玩的还是卖的？卖的。我大哥呢？啊？去哪了，小哥哥你？啊？这个什么价呀，小朋友？啊？小哥哥什么价？啊，小哥哥，什么价？哦，这老大哥来了，这是。这个得啥价？这个抱抱500啊？多少？500。这是你家的小狗是吧？啊，那个是你孙子。啊，那是不行。我大哥说了，这个小狗500块。我的天哪，三针疫苗打完了吧？应该看月份那么大，三针疫苗应该打完了。这么肥，非常的漂亮啊！咋子的？看着不活跃呀？哎，起。站起来，给他秀一秀。你逗逗他，我看看他兴奋度咋样。逗逗他，我看看兴奋度怎么样。活泼不活泼？他不给你看。别他。嘿。你要吵吵吵吵。对，你得逗逗他，你逗逗他的。他不问我，我得先问他。啊。他不咬你啊？他给你切。像这小狗，我也不少给你200，行不行？差得多，300行不行？还不中，那你告诉我多少吧。这小狗真心想抱。少400不管。哦，400那四个价，400掉的四个价。这种小狗你看这个质量的。6斤，我5-6斤小狗卖260。5-6斤就卖260。这个是16斤了，现在。16斤，接近20斤了。对，你丢丢了。哦，不，哎呦，我听。16斤了，嗯，要4张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啊！哎，我走了，大哥，我走了。